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在浙江杭州西湖边的龙井路，这里是704工程。704工程是1970年事业林彪元帅在浙江杭州秘密打造的指挥中心，还有四栋别墅，当年是耗资3000万，动用7000多民工打造的一个极其隐秘的一个指挥中心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704工程的地下部分，地下部分的占地面积是达到了4000多平方米，神秘的军事指挥中心。林彪元帅的一生可谓是战功赫赫，军事家，一代战神。毛主席曾经也评价林彪元帅为一代战神的常胜将军。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，可谓是战功赫赫，林彪元帅很少打败仗，他喜欢研究技战术。接下来我们参观一下林彪元帅的704工程地下作战指挥中心。